Hold AR 抗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爽。 Tire Plus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。 哎，哦，哎，这就无简单买着的呢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当初大家拢派去的物件，我本来买一个寄到公司，唔知去有啥病喺度，我阁买一盖。我赞赞加。这什么？够水哦！来来来，闭者闭者。好小哦。哦，你看，耶，我有板子了。哈哈哈。嘿，大家拢安尼。哦。我相片，大家拢安尼。拢安奈。我阁去日本买一个。 伊个头啊！啊，结构诶，我都未想到这，够水无？套下去。哎，这两公诶哈，我是个骗钱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无啦，再用来做点用。怎么样？哇，那次只要你砸你，应该是我几百。啊，意大利，我意大利，你放弃啊？质感提升，然后我还买这个天线呢。 我本来想说这个把原厂的转开，然后这个锁在它的天线上，有没有？它附一个螺丝嘛，然后这个把用螺丝转的，然后这样扣着。啊，可是这个不知道粘哪算了啦，这应该是买错车型。好，啊，接下来这个备用的轮圈盖了，然后去买的亚利桑那跟佛罗里达，你看亚利桑那是仙人掌，佛罗里达是葡萄柚。好，我们今天有电哦，有电。好，今天要麻烦科皮装的是这个，哦，因为它是玫瑰的保险杆，有那个灯嘛，所以我要把它灯全部都换成熏黑的。前后半吧。 然后这个是牌照灯，LED牌照灯。然后这个是方向灯，圆形的方向灯。哦，全部外观的熏黑灯组都来。这个是去亚马逊买的，到时候人家问我多少钱，我再跟你讲。还有这个休息踏板跟走牌脚踏板。然后我要换这个排挡口。宝可梦，精灵球。然后呢，换它的手刹车套。 啊，这个是排挡套，500。重点是升降机，妈的，这个也买两组。这也是美国亚马逊买，哎，它是机的哦。对哇，你妈这谁的啊？不对，都不贵啊，我记得这个好像2000块左右吧。刚刚那块板子1000多块台币。这比狗贝，其实我还有一个，我是那个防水后车厢的恐惧的那个。对。 出来对，就最好再出油了。处理了，哦，来来来，哇！嗨，大家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刚刚小智开玩笑就跑了，丢了我家处理了。<笑>他说这个是升降机吧，他也不晓得买的是对不对，反正这个不知道我们就先要先弄吗？先弄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再跳，我们再来。好，不管了，那另外的几轮吗？挺贵的，很小一只哎，一般都有两种，但是有第三种比较特殊的，我看过劳斯莱斯这所铁链的，气帘那你要照，像卡架那种气帘啊，这就一颗马达，传动在这里，像四角形一样，它转，线就会这样上下。 它就像，它在反转啊，就下来，就这样，这么简单。它这颗就是电而已啊。对，哦，哇，这说明就是几个叉子而已哦。哎，它玻璃就这样插过去固定而已哦。给西瓜铁啦，我铁啦有画吗？来了啦。哎呦，它锁六角，可是我拿没画对的，也是可以转的。这里这两颗，正常还是要去换啦，我要去搬动啊。这个没有锁很紧，如果锁很紧就不能这样偷懒了。这里有两个洞。对。 他为什么要做那种复杂哈？这样借东西的时候比较难借。工具比较多。对。我习惯都会摸一下，看有没有。没了，就这样吗？我们先拆看看，拆的话一定要从下面拆，因为你看哦，我搅完呢，搅了去会落残。你看这里有掉漆，有没有？这边会看到。对，这个。对。我习惯就要拆底下，啊，你好看哦，哦，不用，你看，哦耶，还有没拆。我把它吐开，刚颠倒看不到。 就是压一下就起来，好，这个就是防水的，看起来好像有拆过哎。升降机在哪里？这拆过了，他把它撕破了。啊，我去拿刀子割好了。这不是直接扯下来就好了？我爸把它撕破了、啊，你看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可能要割一下。对啊。这什么狗啊？而且要慢慢割、啊。它是装应该是装这样。 这玻璃算蛮大片的嘞，会不会升降机一来啊？你们拿去藏起来，啊、老板就定，你就把那一组又拿出来，自己赚一把。<笑>我等下去查一下那个资讯是谁，第一次看是谁啊？第二次是不同人。你说的把它拖上哦。哎，对啊，我多了一组左边。哎<笑>、欸，干！我看到一个东西，它竟然没有锁，两只，这里有一只。对啊，没拆过，你看。这个没拆的。哦，那边。
加。哦，掉下来。它所以有声音是因为它松掉，所以会嘎啦嘎啦嘎啦。好了，我修好了。啊，这组饿了可以卖。所以就多两组了，对不对？上。下。没了。嘎啦嘎啦嘎啦。松，然后我们在录录看它的声音，是不是原来的？啊下，你看会动哦，你注意看哦，上，哇，就这个，有没有？搞腰啊！走过去，来上，下，那你看一下是买对了，看起来是一样的，然后你都拆了，拿那个螺丝孔来对就对了，三颗哦，它属三颗而已嘞。欸、好像应该也是哦，你看哦，它装是这样，应该没有错。这一颗在这里位置一样嘛，哇，三位，它只有这里还有一颗，这里还有一颗，对，哇，三颗而已。下，这个是对这个，这个是对中间的，啊，这个是对、這個、对下面的，我没有买错。摊贴呀，为什么一般看到的都是塑胶袋？这个每一个做不一样哦 ，Focus 有没有？或马三，他们做这一个是用铁下去做的。如果这个密封越好，有没有安静度越好？如果你在做隔音啊，自身垫有没有这一块啊？如果贴越多，它板件就越不会摇晃，越扎实，就是关起来的声音越好听。这个门板线也只有两条，还蛮简单的。哇，这是这样的样，对吧？卡进去就好。对，锁回螺丝。钙片，我喜欢门板锁螺丝的，卡比拉基亚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买错了，不是我不想装哦。按哪一个是油门啊？是油门啊。对啊，是油门啊。哇塞，哇塞，好像不太好放。比较简单来讲哈，这个是平的，它夹只能夹下面这两个，不然就是哈忍痛啊，比较丑的你就边锁一只，把它硬锁下去就不会掉了。刚吃个碳鬼网，刚刚瘦了一。这个问车主吧。啊，对，这个我看了半天，我也不晓得怎么锁，不合啊，它是叫几百的。正常来讲是这样装下去卡住就刚好，可是看起来不像啊。好，我现在去隔壁偷偷去干了一只，当当当当，好笑，比我长一点，比你长一点。原来、欸、这里有一只啊，那六几条螺丝，哇，加了几条，我加了几条十字的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啊、我想说用短的，所以短也是有短的好处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下来了，哦，有收螺丝嘞。我知道这种车，它锁那个螺丝是专门在锁塑胶的。我们在那边那个你讲，我那边拔起来你看。欸、我拔下来一颗了，你看，这个螺丝真的神奇吧？啊，就这样而已哦。哦，不好转呢。哦，哎、欸，你看啊，人家真的有拔下来烤漆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呢。哇、哦，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痕迹吧、啊？你看啊，原本是这样新的，嗯，扣上去。我先转了，它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好了，拆一个就花了。半小时，哇！我怕你片太短了。感觉真的要拆保杆比较好锁。这个要怎么拆？对啊，你要这个，这个洞要从哪里伸进去啊？你可以照底下里面吗？看得到另外一颗的吗？看到一颗，它是锁住啊。对啊，锁住的。下来了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没有换呐、啊，什么？这前面的都一样啊？哎、欸，不一样，我们猜错，这个多猜，这不用猜。哇，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下去这样，把刚刚没做的把它补回来了。他这个就是扣这两个插的，这两个，对，然后插这两个洞，对，然后这边有螺丝，对，两只，对，就是这样而已。这种螺丝就看起来就是啊，它比较特殊，有没有？我们一样，这是个撬。一回身，二回手，哇，这很紧张哎。哎呦，哎、欸，等你，那真是断了嘞。它这样断掉了。对啊。嗯、欸，别撇嘞哈。好了，
后面好了。好，方向灯。它是用免的哦，我怎么会包起来？我就跟宝哎嘞。嘿嘿嘿，这个是改 LED， LED 正常有正负极啊。有亮吗？欸、有哎、欸。有啊，有亮。还水流灯哦。好紧，好紧，好紧，好紧。对啊。哇，刚才起来，推起来，有吗？有啊。你看这设计是可以这样回去，还看没照坠啊？好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你看这里有维修孔哎，哇，这样开了，啊，这里转一只，哦，两只，转这个是最困难。没错，没错。进来吧，好快哦！前面好快。对啊。好了。看起来是这样啊，真好用。它是怎么用？哦，它是左右两侧抠的。嚯！哦，小哥呀、啊，怕照相机照不到我们的车牌，我决定我要翻掉，不会闪瞎了。然后把牌挂回去。啊，这个啊，你牌锁错了。哦，我改姐姐，橘子还是干嘛？还是柳丁？唔知道嘞。哦，没坏哈，没坏啊。啊，这个是租赁嘛，阿牌。阿牌。排挡头跟手刹车的套子。哎、欸，它是这样，你看哦，这个芯可以换，可以换，可以加。粗细可以换、嗯欸，好像起来了，有没有？起来了你，我好厉害哦，螺丝都这样转来。你确定我会？你会啊？啊，这个，束带而已，束带果然是万能的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口这么小，怎么穿过这一个？我已经好了就困难了嘞。你们都认为我会了，害我以为我也会了。OK， 耶、yeah. yeah. 欸。他裤子在这里，他这边还有一个金箍环，是吧？他都挖好洞了，里面都割好了，嗯，割好了。我还想说我要自己割，没想到人家都做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下车用好了，500嘛，往那跑，有那么松过来吗？他说会被笑，其实这个他是随便割的而已。耶、yeah, ，啊，这个应该是底部这样，有装错在豆豆跟泰山讲，伸出来比较容易，塞回去目前是没办法的。深呼吸，还没深呼吸哦，哎、哦，这还没放哎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好，然后再把扣子扣回去就好。要先束这个带，应该是把它束在最底下缘这边就好了。那就不对嘞。好了，我觉得要高一点，它太低就这样嘞。嗯，我们就弄高一点啊，只要扣得住就好了。啊，先卡这样吧。弹药藏在哪里、啊？这样我就要找一个螺丝把它锁起来，我这一个才可以把它套上去。你看有没有？我去找一个圆的，这个座先锁上去，这样这一颗就可以套在里面了。有，怎么感觉怪怪？好，那我不管了了。就这样。技术性的上问题，我们到时候再一起讨论。我、哦、看好长哦，那行程太长了吧？因为它之前因为有一颗这个卡住，所以看起来没那么那个。因为它是直接可以套到底啊。我们先装这个好了，我先把它锁起来，要锁紧了，把这个连起来。啊，这个不要倒，我们再套进去就好了吧。塞东西我的最强了，就傻了，好了，哦，耶，塞东西我最会了啦 ，yes。等一下我换，好，可以，哦，看一下时间，哇，加班了。Luma 龙膜，世界最大隔热纸生产商。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
对，中间那时候电子焚化炉，让它烧一烧，我就有动力，我就可以跟钢铁人一样。今天要来装 Mark 了啦，买东西真的要注意啊。刚刚又比了一下，大小不一样嘛。那我发现啊，我们的 Mark 好像前后都一样大。我看，应该看起来是差不多了。对。好啊，前面来，你看这太小了吧？所以我们先换后面的好了。哎，小蛋，讲哪节的呀？哎，靠腰啊！这完全不会有涡轮迟滞。那我准备一下，因为看有说螺丝，这些可能要拆开。我们今天决定是装后面。为什么要先包这个？因为我怕我在摆的时候把它弄到车吧。哦，这个哇比较严重嘛，起不来。好吧，拆吧。要拆护板。我先看一下，还有一只螺丝，看得到吗？哎，没有哎，所以就拔起来就好了。它不一样，这应该是前面的。对，我也不一样。好，拍摄。速度太快，慢动作。好，我把四个拔起来了，够慢了吧？啊，这边打开，手就可以进去了，转开就好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前面的。好了，快吧，新的也差很多哈，差很多。你看，很酷啊。好吧，这个就先放着，等它掉来再换。没有，就先拿掉，我怕太久会连住残胶，到时候要再贴就好了。到时候硬掉再除胶还更麻烦，这真的不行啊，又太小了。这样你就比就知道了，大小差那么多。啊，放弃，买的不够多。The next day， 耶，他说你看，他真的有这厉害，你哪边找的？上次去修他那间老板刚好有一个，好像说是欧规的啦，和欧规的后面好像都一样。这台是美规车啊。这个多少钱？你猜？800，2000，2000。我超出我的预算了，那我就不换了。我加油量哎，正常应该是扑起都起来了。你看，搞我量，你要猜不？这要除胶啊？当然了。要那样的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后来决定把它喷黑的嘛，喷黑也有好处啦。改天真的买到反光板，拔下来装上去就好了。你要把东西喷上去，就是表面要稍微磨一下，不然会没黑。你要喷什么颜色？荧光黑就好了，用剪摇一摇啊。先拿让它稍微干一下，我们再喷第二层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干了，进去。哎呀，不错啊，来盖起来，你开一下。哇，这两天折腾下来，你应该变专修菲亚特了吧？我就怀疑了嘛，这个车商是不是都跟给洗淘宝勾结？你要出一些不一样的，啊，你工具才可以卖得掉。你买一组的可以用一辈子的，不是？啊，有些车又有特工，你要修理，你一定要跟他买，怪哈。产业链就是这样做出来的。啊、好、啊，今天搞定了哈、啊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我看啊，无敌不告是不错，可是小四一直买错，哈，我不能装。好，拜拜。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开展，我上次前几天我去劳尔街，我去吃个面啊，座位就是刚好进去本来没有人，然后后来人越来越多，写完座号我就要去结账了。对，啊，我离开座位，我就灵机一动，把衣服脱下来放在上面。最好是，最好是，哎，你看，哇，这么帅气，这是你自己摆的？我自己摆的。